午安。雨过铺，小光哈。午安，谢谢洛璃送的爱你哟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我现在没有在新家，我现在还在桃园，我要打喷嚏。没事。谢谢关文送的玫瑰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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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大家晚安，晚安。然后刘海一个吹不回来，因为最近都是以这样的发型，然后发现很难吹回来呢。Hello， 可惜，谢谢新鲜变成新鲜柠檬送的玫瑰，闭着眼讲，谢谢洛璃送的为你心动，叶启云送的为你心动，中午好，这不是新家，这不是新家。谢谢启军送的为你心动 ，Hello 落日一笑笑 ，Hello 三路谢谢什么玫瑰 ，Hello 我就烂，我没有搬回家，我只是这周回家，因为我阿妈有上来，所以我就来陪她。阿妈说我来，她才来。谢谢柯志送的鲜花卷，谢谢启军送的许愿瓶，所以我回来陪我阿妈。对，我明天应该也会在桃园直播。哦，谢谢。哎，是耳机奖，好久不见，谢谢你送的甜蜜之吻，还有掷骰子四点，骰子都没有七点，尴尬。如果七点的话就可以了。你的柯志送的爱你哦，午安。我一个鼻子超痒，因为我把这个窗帘拉开，然后鼻子就超痒，我很容易那个。很容易过敏。厨房被烧了什么鬼？哪有？看昨天他们还煮饭呢。法法在养云爵，他说云爵是一只漂亮的米，他说云爵是米虫。然后我就说，哪有这么漂亮的米虫啦？他说你也要当米虫吗？我说那我无聊去宿舍蹭饭吃。谢谢落日一笑送的玫瑰，午安午安。我觉得我还蛮适合没有刘海的，对，有点含蓄的感觉，很含。可是这样，如果我也没刘海的话，我们这一组可能会变成最没有刘海的那一组，就是云爵在这，然后林姐也在这，然后我又在这边的话，因为现在没刘海，好像还有玲玲跟果果，对不对？还有吗？傻瓜啊，几乎都有刘海，对不对？祖祖没有刘海那个婷婷也没有刘海，可这样一组也才两个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我们就会变成三个。Hello， 谢谢朱莉人送的玫瑰，今天吃面疙瘩，好开心啊！阿妈面疙瘩最好吃。什么新世界？Hello， 群乐 ，Hello， 玉安 ，Hello， 企鹅 ，Hello， 阿鲁 ，Hello， 青苹果，这还蛮好，蛮方便的，就是刘海很快就是不用怕被风吹。谢谢博送的玫瑰，谢谢小布丁送的 Love，Hello CJ 1103，谢飞宝送的幸运四叶草。这不是新家，这是桃园。国术的自嘲等级，可能还要再加强哦。这样蛮方便。其实我之前就还蛮想要没有刘海，但是一直被拒绝。这碗是面疙瘩，阿嬷做的，回桃园，桃园放晴了，今天天气很好哎。我等下去给我国中同学护发，觉得很开心。为什
时候去年吧，换公司照发型的时候，我就说我想试试看没有刘海，然后他们就把我额头一拨，然后盖起来，还是这样子就好了。我就被拒绝了，难过。Hello， 我觉得还蛮行的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放那首歌是神棍乐团的九号公路，我觉得很好听。它是客语，因为通常大家都听到的是闽南语，但刚刚那首歌是客语，我觉得还蛮酷的。但是我说这什么语言？这是粤语吗？就不是，是客语。推推，虽然我听不懂，但还是推推。好干你。心理事件好，你不是你比赛的名字叫我就烂，你就说我就棒才对啊！拜拜，比赛加油哦！姐姐没说好亮好亮，她就直接把我额头起盖起来了，那很方便，你只要这样一抓，然后一切都回来了哦，颓废美。就是现在就是比较，就是可以走向自己想要走的感觉，但是还是要跟公司讨论过啊。公司说 OK 的话，你就 OK。嗯，因为之前是第一二年是希望大家就是，先就是以原本的那个样子先出去，这样比较可爱可爱。但大家其实有些人就是比较有个性啊，我觉得慢慢渐渐的也不一定。要都同一系列了，大家也找到自己想走的路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。通通跑到前面嘛，还好哎，比刘海好，因为刘海反而比较容易乱。因为中分的话，你怎么跳，就怎么甩，也就这样而已啊。然后再拨一下，就没事了，方便。我发现新大陆。谢谢玉安的掌声鼓励。而且怎么革命成功的？什么意思？他不是一直都是中分吗？嗯，他一直都是中分啊。今天第200次直播，真假的？弄不回来吗？还是可以弄回来，只是我不想弄，太懒了。而且那是很久以前吧，台盐的时候，鼻子好痒。排演的时候啊，现在比较好那个，就是桃园还是旧家，下礼拜应该才会在新家直播。嗯，好像是，刚吃饭的时候也是。也没说刘海一定都要妹妹头啊，是发色比较开放。你是放手看着羽翼滂沱的海边。午安，我心脏很小。就是我的房间很小，我站起来可能都会跌倒。但有客厅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它就像一个小仓库一样。很长型的，那、啊、这里是床，你看，
那这里是走道，然后走道很小，走在底端，然后有书桌这样，然后这里就是可以走的地方。然后站起来，可能不小心就跌倒，然后下一秒就在床上，就好近了，好近了。不是矮，就是会绊倒，是因为很小这样。Hello 小博 ，Hello 吴。对啊，我很开心的，就是有自己的空间的感觉。不是说我不喜欢宿舍，是我还是我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嘛，我就很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这样。嗯，不是，就是阿嬷煮的。阿嬷煮的就是好吃。那以房间来讲的话是比较小，但有客厅，有厨房，这样算的话其实也不算小，我觉得。好，养宠物吗？应该不会吧，养自己都养不活了。这不是新家，这是旧家。有些人就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啊，可是我是比较孤僻的人。有红包 ，Hello 姐姐，嗯。德全送的，我抢一下哈。啊，抢完了，可恶！谢谢德全的红包，但我没抢到。你阿当送的许愿瓶。不过我的衣服还没整理完。刚刚整理完了衣服，我把该挂的都挂起来了。然后，但是我要折上的衣服还没弄好。而且阿 K 送的玫瑰是休息，怎么说？杠铃或我想要买壶铃或者是哑铃在家里啊，我姐就觉得我发疯了，但我觉得好像可以买。好像没有很贵，谢谢洛璃送的许愿瓶，谢谢子萱送的医用口罩。这不是新房间，这不是新房间，这是我桃园的家，这不是新房间，先解释，我怕大家误会。宿舍发生什么事啊？宿舍有一家。对不对？一家很乖，一家真的超乖的。那时候我搬家的时候，发现他在读书。我说你在读什么？他说期中考。我想说，我怎么都没看过其他人在读书过。一家不是乱源，他只是闹，但不是乱。那二十年还要再往上念？没有啊，我就依这个就好了。我妈买的壶铃变装饰，真假的？少宿舍还好吧？她昨天煮的菜感觉还不错啊，她有跟我分享哎、欸，还是她没有拍宿，就是厨房的部分。有点懒得用装饰贴纸。嘿，龚大圣的鲜花屋。哎呦，又不会，又没有很多人被骗，对不对？有人被骗吗？怎么可能？那么可爱，对，这发型比较成熟，因为中分。
洋葱那种片，你们都认得出来。啊，留刘海，留到下巴这边哦，好看。那可以革命成功。是妮妮。元豪怎么意思？谢洛梨送的为你心动，谢谢。嗯，我电脑自己卡住了。我电脑偷偷一直帮我换歌，为什么？你派气啊！其实不是我电脑，是我姐的电脑。这窗户不下宿舍的完美窗帘。为什么还要自己？哦，北七呢？我没有骂脏，我没有骂脏话哦，是随便乱按的意思哈。然后就听一下 Persis 的新歌《完美》吧。干嘛傻傻看我？对，头发要补染，但是我有点想，我今天要去弄头发，但是我是去护发，就想要染发嘛。留个宿舍怕，留在宿舍的那个名牌是怕他们想我，好不好？谢谢兔的玫瑰，谢谢安格斯送的荧光棒。我读他的诀，完美的不科学，好听。是呀，他们到底趁我不在宿舍的时候讲了多少东西啊？哎，吃饱了，嗯，好吃。没形象哦，主播。我觉得彩杰才可爱，你看那个彩杰那个毛毛，毛毛，我直接傻眼。已经不在，听起来很难过。已经不在，听起来很惨呢。完美的不科学，我喜欢彩杰，喜欢嘉轩啊，其实我每个都喜欢，但是我是盐饭的话，这两个人对我的口味，盐饭。哦，大腿破一个这么大的洞，我阿妈还问我说要不要缝起来，我说破健康比较贵呢，阿妈。我就是盐饭，哎呦，立安比较什么点点点没事怎样？本质是个滴滴，但我也是个盐饭。让我把电脑移过来。不要透气。谢谢今天你们送的玫瑰。被截图就完蛋了。有人那么无聊吗？我最近狂听刻在我心里的名字，我觉得好好听哦。卢广仲声音真的超好听的哦，鼻子好痒，每动一次这个窗帘，我都会打喷嚏一次。这不是懒人桌，这是那个我之前大学买的一个箱子。遮起来跟躺平，真的真的真的，阿妈都这样。
钢琴是我姐的，我只有高中学钢琴，但现在差不多忘记了。高中已经离我四哦七年了，要八年了。啊，你真的好痒。我没有一家的牌子可以 cover 怎么办？就不太会弹呢、啊。比卡丘，而且很白痴哦、喔。我昨天在想说怎么办，我不想要戳到这个，然后犹豫一下，然后戳旁边，你好像太可爱。我最近走这种风格，就是有点随性的感觉，有一点随性吧。看起来年纪比较符合，比较符合我的年纪。有吗？我之前都会比较日系，放着不行，放着不行。啊，好亮，见光死！认真想留长啊，我想剪短又想留长，哦，真的是很烦。谢谢空空送的星梦应援棒。红的城市，像天堂的样子。啊，第一支上去。皮卡丘。嗯，摔死了。小孩子才都选择一边长一边短，我是什么奇葩的人呢、啊？不行啦，哪招？Minecraft 玩一玩都卡住，撩头发太好看，有吗？又卡住了，哦，卡住了，哦，尴尬，好尬、哦，卡住，卡在半格里面，我又卡住了。请问 Minecraft 卡住，我要怎么做呢？运动会比完之后还没有结束对吗？还没，我们11月14号，差点讲错，14号才运动会当天，对，大家记得来参加好吗？西家带卷，哎，我重开也没有用，要请管理员弄。管理员拯救我！我刚刚好不容易可以动，现在不能动。他就觉得我超白目的。昨天才跟他说我不能动，现在又不能动了。我连盒子都打不开。回报错误。啊！可恶！刻在我心里的名字。不是不能动，就是上下左右跳跃不能动。关于秒子，又是你，你昨天也跟我说是你，今天又是你，
哎，又是我。我的 Facebook 在哪里？好，放了一个 不太能放的东西，我们听一下自由新政好了。对啊，我脸好亮哦！啊，太阳出来了啦！这样好多了。好白好白，应该要拿着这个当个可不可代言人。啊，高雄场确定了，哎，饿了就是要去吃饭啊。自由新政，对，高雄场，开心哦。这是我之前看的舞台剧，一直想说要不要再去看，可是觉得觉得，因为希望台北场明年还会有，所以高雄的应该就不会。我很享受这种追星的感觉，就是参加活动的感觉。我终于懂你们为什么很喜欢参加活动。因为跨年演唱会不是啊。快点跟管理员说，我又卡住了。我的房子都还没盖完，就一直卡住。我以前没有什么追，因为我以前追的偶像都可能是，韩国啊，台湾比较没有艺人，或是我想要去追随的人，就是这么疯狂追随。然后在今年我才开始追偶像、看舞台剧，然后对，只要付诸行动，对，执行力变高，对，像乐团就对开始追乐团啊。然后看舞台剧之类的，等等，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之前都在，因为很多活动都在台北，然后我没办法两边跑。观众们抱歉，对不起，我真的觉得还不错，因为我上周六我去参加，上周日，上周日，然后参加迷先生的签唱会，然后我突然觉得原本。都是我站在那个台上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突然觉得我在台下，好神奇哦！就觉得哇，他们在电子联访哎，这个画面好熟悉，懂那种感觉吗？就觉得原本应该是我在，突然变成在下面，好棒！就是换了一个感觉，觉得很酷。对，就是很特别啊，很特别啊。对啊，换位，觉得很特别。我饭沙给算蛮多的吧，有吧？问侧边的朋友，快点！我很努力的。有被街头访问过吗？没有。
你看冠伟说有，登进去，山顶没人权，那只好可知，渴望你能到达边边了。听起来好像有点到边边的感觉。谢谢田中豆粒晚上的煎蛋。我觉得其实表演的时候，很多视线交流，可能因为我在你正前方，不一定吧？新消息，好哟。Uni 取会换别手，我还蛮想试试看王子之类的。管理员表示我好烦，他把我拉出来，但我还是不行动。那你刚刚打 call 喊到，就是都是摄影机都是我的声音，你们的声音。还蛮棒的、啊，可是我觉得这次品牌声音好大声哦，好香哦，我也要再努力一点才对。并没有我看到，差点放了一些不能放的东西，吓死我了。啊、LNG 好危险。离开你，滴答滴，嘟嘟嘟。奇迹吗？好像还不错哎、欸。应该不会错，我都有在找你们，好不好？认真找你们。一说眼神交流，地藏。戴口罩不好找，你说你的标志物胡子不见吗？比较痒。口罩外面贴假胡子，就是 Twice 的新歌，我觉得蛮好听的。黑色口罩，我觉得我的口罩很好看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用心？我的口罩，还是其实没有，没有的话我就把那个口罩都烧掉。小美。有啊，心虚一定没有。五十收，哎、欸，五十，五十小赚，小赚小赚。但是我姐，我觉得我姐应该狂拿我的特殊口罩，我需要再补货。语音 pocket 不要呢。啊、哦，有蕾丝花边的，还有 Hello Kitty。我卖给你，我卖给你，我卖你个，卖你几个，我就致富了，我就不当偶像。果然官员就是厉害。
一个做梦的人。I can't stop, can't stop me. 这肤色比较正常一点，对不对？刻在我心里的名字，你藏在生活这回事，时间这回事。太难了。其实歌词一直都没有记住过，可是我听了好几天，歌词总是没有记住。有钱工作就随意，真的。今天妆很淡啊，我其实只要不工作的话，我的妆其实就是这清清淡淡的。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太厚重，但只要工作，因为光打下去脸会平掉，所以还是会画比较多。纺织大亨七七，赞啦！感受过管理员跟我说，以后我要蹲下的时候，不要乱按东西，他每次都要救我。他现在把尘封唱成尖峰，哪里？心里的名字，忘记时间这回事，于是我认输了一次就一辈子。故事这对子，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。把我的家盖完。刻在我心里的名字，尘封的位置。好痒哦！想开始学化妆，七七有推荐从哪里下手吗？我觉得化妆怎么讲呢？我觉得你要先找到符合你的粉底色号。对，你可以怎么测试那个粉底色号适不适合你呢？拿去跟你的脖子做比对，对，不然的话很容易会显得脸超白，然后脖子超黑，你就变成一个假面的感觉。谢谢剑骨虫的枫叶。你都画空妆，因为最近没交女朋友，那你就自己画，画起来，好不好？不要害怕，男生女生都可以化妆的。我觉得能看起来很有精神是为什么呢？应该是眉毛，所以我觉得要开始练习画眉毛。身材感觉特别瘦，真的假的？被阿妈喂胖了。阿妈表示干我什么事？才来两天就说被我喂胖，没在看我在吃啊，这样。是最难的部分，所以你要从现在开始练习啊，懂吗？现在开始练习，你就会越画越好。因为我觉得眉毛分三个点，是眉头、眉峰跟眉尾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想要讲屁话，但其实你只要这样看，眉头在哪里？你的眼睛的上面，眼头这边吗？眉头，然后眉尾画到哪？你的手比一，这样子，它会到达你这里的线，懂吗？
这里，然后眉峰是比较难抓的部分，所以你可以选择先画平眉。但你要刷眉峰的话，其实你只要把手放在眼睛一半位置，然后再往旁边约莫45度的地方，有点难。这边45度的地方，大概在这个位置，懂吗？眉头，然后眉峰跟眉尾，有点难啦。鼻子上皱起来，鼻子上皱起来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这个地方吗？不是，眉头应该画在眼睛的位置，你画太近很怪。当美妆师嘛，好像可以了。问一下我们的 Doris 老师，有没有缺哦？有没有缺学徒？我去帮他提行李箱好了，好像不错，对吧？好骗自我，告诉我自己，我是努力赶上光的影，也无法抽离。OK， 骨科玻璃 ，Yes， 漂亮。所以大家什么用都握着，我就来衡量价值观崩坏，太夸张了啦，太夸张。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很重要。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样？啊，喜欢这首歌，大概懂吧？所以为什么会验收成果 ？OK 啊。我觉得眉毛虽然难画，但它真的很重要。一个人有没有精神，我觉得比起他的眼妆什么，我觉得眉毛更是精髓中的精髓。美姿美仪老师吗？我不太会美姿美仪。上次心理测验测出来，我不是假装优雅的女士而已吗？假装优雅，不是真的优雅。吃饭就给我好好吃哦。眉毛盖真的没差了，因为男生我觉得也还好。对啊，但如果真的不会画眉毛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就是直接砸一笔钱，砸买化妆品的钱，直接去弄韩式什么半永久的那个眉毛，我觉得这蛮方便的。因为我姐也是一个不会画眉毛的人，我手机没电了，也是一个不太会画眉毛的人，然后她就有去做那个半永久。嗨，我觉得蛮方便的，对。这边长了一个痘痘，太晚睡。哎呦！等一下，我弄一下。好。刚上大学，大学生，真假的？地震版七七。为了遮我的痘痘，我要开我的美肌。好，有开跟没开好像差不多，算了。啊！哇，那个光，哦，这样光就会好一点。特地展示给你看，我们也分享了痘痘。人生过得愉快，由痘痘开始啊，不是有点怪。过铺的时候像林姐，这听起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我不懂。
卧铺向林杰。有豆豆的女人最美丽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爱高深巧呢，嗯。你真还蛮恭维，鼻子好痒。自创版俗语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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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长痘痘的人不害怕。我最近真的是比较晚睡，常常在思考说，天哪，要买什么？然后太晚睡，因为搬家就很多想要买的东西，这样讲吗？对，因为有点大声。搬家就有很多想买的东西，就是也会想买一些装饰物。就是很废的装饰，可是我觉得我会被我姐骂，所以我直接放弃不买。搬进去之后再买。啊！对不起啊！啊！不要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被狗拉。啊！你不要以为你是小孩，我都不打你哦。对不起，我刚刚乱叫，因为我被小僵尸吓到了。哎，是他先吓我的，我有点受不了吼，这样的惊吓。对不起，戴耳机的各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那就是有意的啊，不是，是他先吓我的。你们应该觉得，哎、欸，我的锄头坏了，那一下衰啦。你们呜在叫，呜，今天早上起床咬我的手，超白目的，白目狗，我要生气了，因为他很早起，然后他咬我的手。他现在很聪明，就是。会就是会就是你怎么讲学一次就会，像他跳床这件事情他学一次就会，超可怕的，太聪明了，有点害怕。咬回去吗？什么吃甜不辣？我手像甜不辣吗？好好说话哦。说我手是甜不辣的，让我觉得很难过。重东西最麻烦了。另外一组的组长，他是我们的队长。五六七合体呢？哎，有可能呢，因为怎么讲？因为我们的房子好像是可以有宠物的，对，因为房东人很好，所以有时候可能啊，我的小心脏要受不了了。房东好像是说可以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呜可能有时候会被我姐抓上来，也说不定，哎，也说不定，大概是这样。但他真的很吵，呛他，但他真的很吵。
一只很吵杂的狗，很爱乱叫啊，它分贝很高。呜呜，有时间到，怎么讲？我比较晚出门，然后我姐比较早出门，所以就可以轮着照顾，但也不是说一直都会有时间啊，但还行吧。但是比起养狗，我不想养猫，但是我姐应该不太能接受。她喜欢，她可以养猫，但是对她比起猫咪还是比较喜欢狗狗。我要干嘛？忘记了。我进来要干嘛？啊，对对，我要装水。猫咪、狗狗都卡哇伊啦，对吧？都卡哇伊，记得吧？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吧？上不去。你们是猫派还是狗派啊？你们是谁派来的？你讲好，这样讲很好笑。七七派的，忠诚的狗派，真的假的？我比较不挑，我都爱，不挑。可是因为我觉得很多，为什么很多艺人会养猫咪比较多？我觉得好像是因为猫咪比较，在你忙的时候，就是狗狗比较容易觉得孤单吧。对，比较容易觉得孤单，所以就照顾起来的话就不会这么的亏欠感那么重吗？跟你讲吧，亏欠感那么重，因为狗狗需要花很多时间陪，如果你不陪它，就是好像听说狗狗会得忧郁症，对，好像是这样子，有听过这样的说法。如果呜呜得忧郁症怎么办？哎。凶派，他们都是 M， 猫猫是破坏王。哎、欸，狗狗，不要小看狗狗破坏东西的威力。我告诉你，他们是很厉害的，很厉害的，超级厉害。别小看他们。这两一只呢，我应该没有打算养那么多东西，太多太多。可以养你。都养不起我自己啦，还养你们？我还渴求你们养我嘞！讲话最值得偶像，谢谢苹果猫的追踪。还有家人啊，家人啊。就是说，可能会抓过来玩个两天再放回去，这样可能会，但这不是一定，这是还没确定的事情。每天都在上演猫狗大战吗？
错。我想要养那种很笨的猫咪，因为猫咪都太聪明了，对，太聪明了。那种傻傻可爱可爱的猫咪。或者是养橘猫，然后叫它花生。你知道花生的名字哪来的吗？其实有一次那个麻友说他要养一只猫咪叫芝麻，然后我说那我养一只猫咪叫花生好了，因为我很喜欢花生。对，我说那我养一只猫咪叫花生，好像不错哈。对，我姐表示我都会选到一些比较笨的，她选的会比较聪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不是我的问题吧？不是我的问题吧？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树也太矮了吧，太过分了。好了，也可以了。小矮。饭谁偶像？根本没有这样讲，好不好？才没有这样讲。什么鬼？你美素颜啊，有化淡妆，看得出来吗？淡妆、眉毛，然后眼睫毛，还有眼尾的一点点眼线，有化有化，没有那么浓而已。平常也没化那么浓的，就表演的时候才会化比较浓。要不要以为我真的每天都化很浓哦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化妆品这样放下来哦，太贵了。结果是省钱的部分。造谣，德全造谣什么？谢谢洛里送的玫瑰，天生丽质就是不用化浓妆，不是这样讲。谢谢新人店长送的 love，hello 流星，谢谢涵涵的追踪。勤俭持家的偶像，如果浓化浓妆、光卸妆，其实就是嫌麻烦，有一点，每天化要多少钱呢？50块吧。哎，有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贵的东西就是粉底跟口红，因为它最贴我的肌肤，所以这两个东西我会用的比较好一点，就会用专柜的。对，但如果是其他部分的话，就会比较便宜一点。什么20公斤的，过分过分。我不只扛20公斤，我扛28。我硬举，可是到28的女人。而且我就是硬举啊，我可以把家里抱起来。我是扛力子，我告诉你，人家是 TP 扛把子，我是扛力子。谢谢楚瑶送的，楚瑶之中，对，不要惹我，不准惹我。感觉超凶。
啊，鼻子好痒，想被打什么热比较好的？别闹啊你啊！真是的，你们真的是很爱开玩笑呢。我这么认真，你哪有认真？哪有认真？你们不会真的想被打吧？哎，被我打过人，现在都躺在医院还没出来，不是？乱讲话！哎，我真的是手贱的有一点点儿大这样。即飞出体验，啥耶？你们好怪哦，你们好怪，你们好奇怪。当小僵尸就可以被打，对。只要他吓死我了，他跑过来吓我。是他太坏，不能说我狠心，是他太坏。当蜘蛛，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真的蜘蛛真的很恶心，蜘蛛真的很恶心。你们可以当小蝙蝠。我拔到坑啊！啊，蝙蝠！啊，蝙蝠比较没有什么攻击性，比较卡哇伊的死一点，好不好？我喜欢卡哇伊的死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我也是个有少女心的人。讲这种话，等一下又会刷一排什么一些奇怪说，哈有吗有吗？先下楼，等一下，好下好，比赛加油。不想被打飞，你们好奇怪，刚刚不知道一群人在刷什么啊，想被打飞了，现在是我不想被打飞了，你们真的是难相处呢。说你们难相处，你们还不相信？的妆容更贤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用贤惠这个词呢？好奇怪，不是好奇怪，是好特别。
有喉结，这个吗？这么可爱，果然是男孩子。就是人家是男孩子啦，讨厌。开始乱讲话了。当男生其实还不错，我一直很想当男生。怎么讲？因为跟你讲，我们家我爸妈其实是比较想生男生啦，好像是比较想生男生。对，他是直播间，明天没有东西可以喝了。Yo,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Chichi Boy。你找一样 ，Chichi Boy 鼻子有点痒。瞎闹，其实我也很闹，只是平常没有。我觉得我只要回家就会比较闹一点，闹。可能很放松吧，就想要做一些很傻的事情。我也听到蜘蛛的声音，滴嘟的声音，这个台语算不错，只是你们都不相信我。会弹钢琴吗？不太会。谢谢洛璃送的玫瑰。不小心生成男生了，生成女生了，你在讲什么鬼？一不小心生成女生了。但对我来说，男的女的都好帅死了。那我也不去了。有点尴尬。你感受到背后有点凉凉的。在洞穴盖房子就是这么恐怖。两个男生，所以，等下你不只有你跟你弟吗？你还有两个男生是吗？这样不就有很多个？你家有三个男生啊？还是误会了什么？我新家有一个阳台，然后在我房间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落地，我觉得这样采光很好，采光很好，我觉得很棒。分你一个，可以晒衣服。对了，我跟我姐说晚上禁止洗衣服，因为宿舍之前都在晚上洗衣服，然后我就有点微浅眠的人，然后就会被影响到，然后就跟我姐说不准晚上洗衣服。可以跟五五换身份什么？想干嘛？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家就是都会养公，就是狗狗都会养男生这样。对，这样我爸就不孤单了，就是
家里至少还有个男儿可以陪他，虽然是一只狗，但他也是男生嘛，对不对？为爸爸难过。羡慕无误，晚上洗衣服更比较吵。对啊，而且如果又有烘衣的话，就会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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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还以为旁边有神奇宝贝卡拉卡拉呢，但其实没有。讲了一些很冷的笑话，女生比较喜欢手洗衣服，为什么？这是什么样的概念？为什么会喜欢手洗衣服？手洗衣服很累，很累。反正我不是就对了。手洗哦，真假的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家从以前都是用洗衣机，所以我不知道会有手洗衣服这个事情。哇，不好。我是认真不知道。可是我觉得用手洗也不见得很省钱的、欸，因为，如果你泡泡搓多搓少什么的，其实也很难控制。因为我就是也是会手洗，就是比较，对，比较好一点的衣服。对，然后就会发现哦，有点难哦，有时候没办法控制好那个量。我啦，说不定大家没有这么笨，就只有我一个这么笨这样。我比较笨一点点。啊，鼻子好痒啊！啊，盖错了，鼻子痛掉，手会坏掉。对啦，好啦，其实这是我比较懒。说懒也是真的。啊，鼻子好痒。洗衣机最勤劳。戴手套。没有，手还是会坏掉啊，因为我很累，因为会很累，所以手还是会坏掉。啊，盖房子好累啊，不能当建筑师八步了。财富现在变长了，什么？因为变富贵手嘛。
我是个没有理财线的人。不是今天总统大选嘛，然后今天下午好像才开票开完，然后反正就是我姐因为这样，然后就是有赚一点，然后我妈就问我说，你要不要把钱给姐姐，然后让姐姐帮你投股票这样。对，因为他们说我不能自己投股票，因为我没有那个理财线，一个没有理财线的人，有点默默的难过了一下下。没有理财线又不能怪我，对不对？我天生就没有理财线，可他要算我钱，因为我给他的本金没办法很多，我只是个小穷鬼而已。爸妈不太相信他欸，我很勤俭吗？我怎么不觉得我勤俭？我败家女，勤俭持家跟我沾不上边。盖错东西，哎，算了，他不靠谱，真的，也没有啦，目前还没有想要玩股票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对我来说，我的小心脏可能会受不了。股票真的是一个要一直看的东西耶，而且你还要猜下一个什么会涨什么之类的。还把靠法语，好，上班加油 ，Hello 配菜的白饭。说不定之后我就会想要玩，但现在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想法。我没有想法，好烂，这个梗一直用。谢谢洛璃送的玫瑰，谢谢柠檬送的玫瑰。看我的表情是要涨还是跌？不要，我容易被影响。谢谢小鱼送的玫瑰。一定是，真的，我们的歌很好用，我觉得，就是一些拿来日常说话。我们的歌，我选的歌好像有点太安静了。哦，我喜欢这首歌，听完再说。谢谢任豪送的玫瑰。公演正常在哭，不会啦，不会，可能是跳得没那么开心而已。
我很坚强，我知道什么是工作，什么是对，该哭该笑，我知道。好，我不会，因为私人的东西影响到我的工作状态。我真的认真这么觉得，亲身体验过，觉得了解。工作归工作，我没有玩股票嘞。目前没有玩股票，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三满加油！什么啦？你在乱猜？我蛮喜欢听你们脑补的故事，因为我觉得很幽默。就是有时候我很喜欢看，我很喜欢看你们留言，然后有些人不是会猜说什么怎样怎样怎样吗？然后猜错，我觉得，哼，你以为我们这样想吗？没有哦，我就有一种很嘲讽的感觉，才没有。超幼稚，偷偷嘲讽你们，这是我的快乐，嘲讽你们是我的快乐。不要剥夺我的快乐，这很开心的，我觉得，就是有时候你们猜错，我会觉得很好笑。就觉得呵呵，没有。各嘲笑没关系。好，那我就只好继续嘲笑了。啊，不是，听起来很过分。本身好像就有点过分，就是讲话的部分好像也没什么差了，对吧？你们早该习惯。被呛习惯了，你们也没有，你们，哎呦，你们就喜欢这个口味，不对不对，就是喜欢这个口味，也不能怪我。所以是你们口味有点重，对吗？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说不定哪天你们就不喜欢这样子，就喜欢温柔可人的那种，可爱可可爱，那就不喜欢我了。态度保留。宠我是怎样？好啦，至少还有外表可以看，外表看起来是好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色调就不会跑。嘲笑是一种快乐，还是一种不尊重的快乐？
哪有？哪有？觉得好玩，就闹你们玩的啦，真是的。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吗？爸，对。从泰山睡到天母，感觉睡很久哎。对啊，我其实是很温柔的啦，只是有时候讲话吼是比较口无遮拦一点。我差点就病天了，差点就要跟大家说塞哟那那苦罗我的那咪咪啦咪啦。刚差点就要死掉了，一个滑倒。KTV 通常都会点，你们有什么 KTV 必点的歌啊？侧脸很美吗？我也这么觉得，不要脸。我会点逆光，然后诶有看那个那什么，突然想不起来，电台的人应该都知道我会点什么歌吧？希望你们知道哈，不是点吃的，点歌啊。我除了帮自己刷点阅率之外，还会也会点其他的东西。去带应援棒吗？唱什么歌？为什么？我很喜欢唱歌哎。为什么点了又不唱？一起唱啊！可以点七七吗？你点有网之前就可以点到我。写下心愿，勇往直前。因为一旦撇开一点，这样不错吧？不错吧？香煮点个水饺，今晚我想来点。欢迎耳机酱回来。啊，我有去唱过哎，可是是跟别人一起，对，自己一个人还没有试过。自己一个人去唱 KTV， 看起来现在太可怜了。
我怕别人以为什么哦，这个女的是不是失恋了、啊？这样没有哦，我这么多人喜欢我，我怕什么？突然变得超有自信。我是个坚强人，我尝试过自己去看电影，从事很多自己一个人的事情。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。不是那个 KTV 的自助的那个都是你知道，就是碰碰运气的嘛。好吃就好吃，难吃就是想哭的那种。想念是会呼吸的痛。嗯，好像盖错了，好烦哦、喔！盖错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没有想法了，真的。一个人搬家，哎，还好我有朋友帮我，突然觉得我好像不孤单。我是没有遇到什么我在那个艺术性上的就是对艺术的烦恼，突然不知道怎么盖。我不喜欢霸占别人家，我要有自己的感觉。身为一个艺术家，好不好？不是改造就是创造。越盖越丑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先休息一下，不能一直看。做一些奇怪的事情。我最近喜欢听 podcast， 然后到处听一些灵感，就是在于电台的部分。因为我觉得电台要一直想新的东西，这对我来说有点难。可能我的生活也没有到这么多元，有这么滔滔不绝的想法跟一些东西，所以一直在听 podcast。你们可以推荐我哪一个好？对，就是可能听听什么百灵果啊、疯女人啊，或者是什么那个。也是从电台转 podcast 的，对。我觉得我比较困难的是，就是我要看那边跟妮老师会喜欢什么。
最近才玩吗？就是有在玩，但就是小小玩，小小玩，一直跪着，卡都没麻起啊。老沙，我以为老沙是粉丝，不是吗？哦，他也有 podcast 是吗？安安考生你好啊，他有在播、哦，这么酷，好酷哦！哪天找找看啊，跟他说我会偷听哦。你说什么？洗澡的时候听个 podcast， 然后走在路上听个 podcast， 然后找一下灵感，这样，是我目前会做的事情。大家电台会想听什么内容？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收听率是多少，但那个他们有官网，然后好像都可以听到重播了，所以有些人没办法马上听的人都可以听，对，就是重播的部分。因为网络上它就是会放精华，但不会这么快放，所以有些人想要直接听的，可以上他们官方网站去听。啊、我准备了这么久的内容，你们没有听，我会很难过的。哪一天的内容，每一次每一集啦，他们现在好像有那个对官网，大家可以去听。啊，我的稿又爆了。默默的坚持，爱你是孤单的心事，我希望你对我诚实，一直爱着用自己的方式。上班家，快去睡觉吧！边读书边听重播，你们最喜欢哪一集啊？如果听这样子，因为你做了其实好几个月了，两三个月，哎、欸，三个不止，七八九十，三个、七八九十，数学不好，四个月了。你们哪一个内容，就是哪一集的内容是你们比较喜欢的？对，先做个市场调查哈，做个试调，不好意思哦、喔，直接接到试调电话的感觉。我听听你们喜欢哪一个？哎、啊，笑屁呀！啊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吓到，你的分贝有点高。食物的部分哦，吃的部分，说那个有吃的那一集，台日零食趴。对不起，我先要回想一下那个名字。饼干会啊、哦，台日零一样台日零食。他很
喜欢台式零食趴，是不是？大家在做啊，自肥，在吃自肥。为什么会喜欢台日零食趴？是因为比较有共鸣吗？还是什么？流行歌曲？喜欢音乐？都没看，很想骂你们脏话，不行不行，我是个偶像，我是个偶像，不能骂脏话。你这些小废物，小废物不算吧？你们很坏哦，竟然没听。算了吧，被我学那集，后来都有讲切合了，上课喽。我现在还是不讲，太羞耻。虽然也是自己编的，但想想有点羞耻。我觉得就是这样 ，catchphrase 就是这样。有时候自己编的东西久了，你就开始觉得很羞耻、害羞，你就不会想再讲。真的是这样子。对不起，我家狗在叫。好，习惯一下，我家狗在叫。被心痛消灭，对，呜呜在叫。还会咬东西吗？会，还是会咬东西。他的呜呜的呜呜的玩具都是绿色的。我姐不喜欢绿色，我也不喜欢绿色，可是他玩具都是绿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十年后的自己，老娘牛雨晴，本公主，本宫这样。九字戒未来讲，真的吗？日本前辈也是这样吗？是吗？不会吧。感觉就我们会这样。都不会讲，真假的。头顶有点绿，有点痒，难怪喜欢咬我头发，真是的。不是这样吧？还不相信狗懂这些呢。
发现我时隔几周在同一个礼拜三穿一样的衣服，可能礼拜三就喜欢这件衣服。狗狗的世界是黑白的，它有很黑白吗？我以为只是能分辨一点。我们来查一下狗狗的眼睛。狗狗色盲，他们，虽然他们不是完全色盲，但是他们看不到红色跟绿色。哦，所以在五五的眼睛看来，那个都是灰色。有些颜色看不到，但是我不知道是红色跟绿色，所以其实五五是觉得它是灰色的恐龙吧，灰色的恐龙。长知识了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，有个问题我还没有找答案，但我就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思考，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事不过三呢？为什么呢？三到底是哪里出来的数字？为什么？而且。不管东西方，你看西方这是阿拉丁神灯的故事，他也说只能许三个愿望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看三过家门而不入，三顾茅庐，到底三是一个什么样的基准？四不好听，那五呢？为什么呢？那为什么许愿也是三呢？为什么许愿也是三呢？为什么？检查出鸡蛋。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事情，我在思考这件事情呀。实在太难了，我觉得。三是给我反悔吗？三四二行，对不对？都是三，你们仔细想想，都是三，为什么？谢谢虎月弟弟送的医用口罩，是吗？那等一下，那西方也这样子觉得吗？西方也是这样觉得吗？三很少，只能许三个愿望，哎，为什么？一个很神奇的数字，我觉得，不觉得吗？被我这样讲，它是不是一个很神秘的数字？
不是吧？小三不是吧？反正我觉得他很神秘就对了。反正我觉得三是一个很神秘的数字，就对了。我昨天想到这个问题，就觉得啊，好对耶，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我不讲了？是不是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？哈哈哈哈，我真棒啊！不是。这跟棒没有什么关系。突破盲肠，时有有时是虚指，好难哦。对不起，我造成大家的困扰，我只是随便找了一个就是你知道，随便想了一个有趣的东西，对，没想到造成大家这样热烈的讨论，觉得有点幸福。好哦，张拔啦！想过数字问题，只有我会想到这种无聊的问题。把问题丢了就跑。没有没有，我可以再陪你们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，这个应该是没有答案的，就是这样。他就是这样，我觉得他就是这样。他无解啦，是很好奇而已，只是好奇而已，没事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在耕田，没有时间看留言。可能就真的是巧合吧。中午好啊，小风仔。体重不过三位数吗？是这样吗？健康比较重要了。Hello， 小 M。在吃冰，最近天气变冷了，有点开心，因为我本来就喜欢一点微凉的天气，因为我还蛮怕热的，对，比起冷的话更怕热，就是很怕流汗，流汗妆就会融，而且穿搭什么的话，你又不能穿的太多，为什么穿搭又好看？是因为多层次嘛，对不对？
因为不行，所以就觉得就缺少了一些东西。对，这个天气最好。今天吃饭，店家要打烊了。好 ，Hello， 国王与乞丐。老板，你觉得你很烦，怎么还不走？冬天看品味，怎么梁松讲这种话，感觉就有点怪怪的，好像会被告。是谁？没有阿告哦，这台是没有阿告的。好听。KDA， 禅妙说不完。工作加油，业主。G4 是什么？我只有阿吉，没有阿告。可以乱取他的名字，我会不开心哦，我会生气气，气气生气气。这首没有以前好，真假？我喜欢这首歌哎。那我们家听另外一首，还有另外一首吗？那我等一下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出道曲，我应该是听过了，只是我不太记得而已。 Pop Star， 有吗？哦，有耶。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。也是指绘图的那个吉祥物，不是指阿吉，不懂的人误用吧。阿告也是指绘图的那个吉祥物。你说我的吉祥物吗？不，我的吉祥物就是七吉，就是七吉。它就代表阿吉在我身边，所以它不能改，它不可以改。
我口红都被我吃掉了。眼神感觉在放电，没有，我在放空，我在放空，跟股票一样在放空。哦，现场版的耶，是吗？什么？这个吗？啊，这个女生，我看有点入迷了，不好意思。很好看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版本，它是现场版。真的做得很好哎、欸！对啊，舞蹈也很棒。哇哦！真的，我觉得很厉害哎、欸，因为我很久没有追这种东西，就是没有认真看英雄联盟的活动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很厉害耶，很厉害耶，强强强，哇哇哇！他们是不是开始在用英雄联盟的角色开始创造偶像团体，然后开始练才？是不是这样的概念？我本来就是很喜欢阿里，我就是阿里范。我跟你讲，就他是，哦、他有没有出个约德尔团？我就觉得很好笑。
哇，哎、欸，很入迷哎，停不下来，想一直看。以前编什么角色？纳米吧，我一直打 support 比较多，还有凯特的。我都只会玩女角，因为我喜欢女生角色，我只喜欢女角。好好听，好好听。塔里克不算女角，提莫是一位，提莫可以这边。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比较欧美的偶像，就是明星之类的，像那个Ariana 的那种感觉，或是像韩国现在比较就是红的妈妈木的华莎，我觉得他们好好看，就是很吸引我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比起就是常看到那种偶像类型，我会比较喜欢比较那一种感觉的。他天天不然你 ，Oh baby baby， 要这样吗？是那种感觉的，就是对，就蛮喜欢这种的。歌手类吗？就整体的风格吧。哦，妈妈木的歌真好听，他们出新歌了，鼻子好痒。一直想打喷嚏，都没打出来，好痛苦。哦，好听，好恐怖哦！现在的歌都好恐怖，都那么好听吗？哎，拉丁欧美，差不多要讲排行了，我等一下要吃护法，来讲一下排行。好，第十名是夜兔，谢谢。第九名是小猪耳朵，谢谢。第八名是阿当，谢谢。第七名是田中豆粒王，谢谢。第六名是启俊，谢谢。第五名是星莹，谢谢。第四名是洛璃，谢谢。第三名是宫大，谢谢。第二名是 Kusi， 谢谢。第一名是吉江，谢谢。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，希望刘海暂时不用了。大家喜欢没有刘海的样子，应该。然后运动会也请大家就是多多来参加哟，拜托拜托。很久没有运动，参加运动会过了。我对，难得可以挥洒青春，仅剩的青春的汗水。那今天直播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明天见，明天中午12点见，拜拜。